跳出嚟嘅時候，前面快嘅馬中間理想回報啦，咁啊出邊仲有呢只怪獸都市啦，咁啊最出仲有隻好攻勢啊，第四位內欄咧粉紅衫嘅桃花王啦，喺出邊咧仲有藍衫第四位啊，依家一路順風啦，馬林中間黑衫度身訂做啊，咁啊中檔嘅位置咧，咁啊仲有呢只魚真魚假，後啲嘅馬先有歡樂，一生喺內欄尾五嘅，中間特區聯盟黃衫嘅，咁啊哎呀嗰只度身訂做有啲俾人阻咗一路褪落去啊，尾二粉紅晏晝嗰只福氣多多包尾勇福星啊。 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头嘅马咧就系嗰只怪兽都市啦，咬住第二位系好攻势啊，第三位蓝衫外边嗰只一路顺风啦，埋栏第四位理想回报啦，第五位嘅马外边啊升叻啦，第六位红红地色衫咧仲系鱼真鱼假，掟出去大爱档，特区联盟亦都追紧，最出仲系欢乐一生啊，斗到嚟最后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仲系怪兽都市啊，咁啊见到中间一路顺风上嚟追紧，外边特区联盟啊最出上紧，入边鱼真鱼假亦都搏到个位上紧。 最后百零米外边透出就系呢只特区联盟啊，咁啊都好有机会赢出呢场赛事。余真余假跑第二，第三名咧就系嗰只一路顺风，第四名系欢乐一生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只特区联盟啊，咁啊跑嚟跑去都赢唔到之下，咁啊第一次跑泥地咧，咁啊都能够赢到嘛。田泰安今日首风都正顺啊，跑第二名其实佢唔快，追人哋个少少啊，都悭咗啲嘅，系嗰只余真余假。 一路順風，第三，歡樂一生，第四。田泰安一有嘅日子啊，又再贏落去啊！兩場唔夠啊，三場啦而家。